想要快速减掉小肚子，那就跟着我做这套由七个燃脂效果最好的动作组合而成的 HIIT 训练，每天坚持打卡，一周将有明显变化。第一个动作是深蹲，深蹲的时候想象后面有一把椅子往后坐下来，腰背挺直，膝盖不要内扣，起来的时候也不要锁死，下去的时候吸气，起来的时候吐气。休息十秒钟，我们下一个动作是波比跳。我们的波比跳由俯卧撑、收腿跳和跳跃组成，燃脂效果好，但同时也有挑战性。这里减少了一个跳跃，尝试进阶版的话就有。加油！我们下一个动作是开合跳。做开合跳的时候，用脚尖着地，膝盖微屈，手掌滑落到头顶正上方，呼吸要均匀。加油！我们下一个动作是提膝。这个动作比较简单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加快节奏。休息十秒钟，我们下个动作是俯卧撑。接着是俯卧撑的挑战，我们每一个都下落到最低，尽量做全程，做不了的话也可以使用简易版，采用跪姿俯卧撑。加油，我们倒数第二个动作是登山跑。稳定核心，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调节速度。相信通过前面六个动作，你的心率已经爆炸了，最后用平板支撑加强一下我们的核心。加油，这是最后一个动作了。做平板支撑的时候，我们双腿要并拢，然后腹部要收紧，只进行小口的呼吸。今天的燃脂训练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建议一次训练跟练3到4次，中间休息3到5分钟。